明年初五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日子，一定事事如意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苏菲，永昌盛公司的决策人。这个决策人还真笨手笨脚的。有我们永昌盛跟你们协和行合作，我很有信心，生意兴隆。那个苏菲是个混混，你吃亏了也不知道。他很讲义气的，凡事只要向好的方面想，平时多做好事，自然就会有好运气啊。